第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让你的老公在下面过？一次都没有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你老公，我这边有人问你老公是不是真的十九？嗯？你老公有没有十九？真的有啊。真的假的？下次有机会给你看看，真的呀。我最怕是啊，就是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这十八厘米、十九厘米，整个卡尺这么大，真的呀！我的妈呀，整个卡尺这么大，真的。十八、十九、十八差不多。十八那就十八也就到这儿了，十八就也是一根卡尺，就差一个角角。我操，这么大，跟我脸一样的。差不多。我的妈呀！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我还是很自信的。十八这么大。第三个问题，我这边有人问，前两天你跟你的老公吵啥了？没吵啊。没吵，听见没？那这个问题不算。就你的老公有没有给你做过嘴部运动？给我。对，就是。这不太可能，我觉得。真的没有。第四个问题，有没有最上次是什么时候？三四天前吧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平常就是大概几天吃一次饭？以前每天吃，现在看情况吧。第一个问题啊，咱们上次跟老公亲密接触什么时候？昨天凌晨。第二个问题，咱们昨天晚上运用了几个动作？你描述出来。先是蹭着的，他在后面抱着我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带酒，然后就拿口水，然后后来侧着他就抱着我一直蹭，然后蹭在洞口蹭两下，好像进不太去，然后我就骑上去之后有点痛，然后就又下来了，然后后来又侧着了。然后又测试了。第三问题，咱们昨天晚上能感觉到几级痛？五级是满级。还好吧，昨天，两级吧。两级吧是啥呀？第三问题，也是五级是满级，咱们昨晚能感觉到几级舒服？三级吧。第四个问题，咱们现在打针跟昨天晚上剧烈运动有没有关系？有一点，不然会。